我这么信任，有这么相信，又把我所有的密码都告诉你，你太……我只是曝光了真相。你知道什么是真相？说明你不要正义凛然地跟我说这种话，好吧？你在医讯这么多年，难道你手脚就比我干净吗？什么是真相？真相是那家门店，我们已经派人调查过了，但只是一个个例，我们开除了经理和所有的负责人。现在闭店自我检查，解决卫生问题的解决好了就可以重新开业，这就是真相。你跟我什么仇什么恨？你要这么做，你要这么毁我，也这么害我。从今天以后，你的客户我来接手，你的人脉和资源都转到我这儿，你的员工我一定会妥善安置。 妥善个屁！不告诉你，我的人一个人都不会跟踪。结婚后，我养你，弥补你，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。你闭嘴吧！你还妻子？我求你了，别侮辱这两个字，别侮辱这个词好吗？我就想问你一句，愿意接受这样？